就行了。妮子啊，你感觉安怎？敢有什么所在特别感觉不爽快？你也敢讲呢？我到底是安怎？哪会倒伫遮？啊！你混倒吼，啊！倒咧边啊，个人糊里糊涂，你实在是样啊？我会记，我赢着比赛啊！后来我巴肚就疼呢。啊，是安怎啊？医生敢有讲我巴肚疼原因？叶子。你敢真正唔知影，想做你的巴肚会疼？当然唔知影啊！阿斌，你来拢安尼看我，我唔是比赛赢，得着冠军啊，对不？阿斌应该欢喜才对啊！想到你拢安尼看我。那么快就要我？要我哥？燕子，你到底在想啥？无顾自己身体，硬要去比赛，无甘心啊！这个结果你有满意啊？一百万，敢真正值得你安尼牺牲？你敢有问过我的意思？要不，无你的代志你点咩啊？要我，啊你是安怎啦？那叫你生气？卖个假做一个无辜的模样，安尼讲啊？会让我更加生气？我们的孩子是谁说什么？叶子，刚才医生说你已经有生一个月了，不过因为你去比赛，孩子没去了。你无顾一切，坚持要去打T1，无眠无日的练习，你拢完全无注意你家己的身体，你安尼就真正足自私的。你声声句句讲，拢是为着我，为着我。你敢有问过我的意见？你安尼做，唔但对我无公平，对咱的囡仔更加无公平。耀哥，你莫这么激动啊！我的卡念慈，伊是真正唔知影。你哪有可能唔知影？哪有人会糊涂到含家己有心就唔知影？你别再替他解释了。我真正讲了无，你早就知影你自己有心啊。早就知影你自己有心啊！一百万的奖金对你来讲，敢真正这么重要？需要用一个无辜囡仔的性命去换？你妈安尼啊，燕子哦，应该不是刁工的啦。多一个做妈妈的人，会这样无爱上伊家己的身体？你会是刁工想要家己的囡仔老掉？耀武，不是安尼啦。
亲家母啊！无你包包拿在这英明帮，你要啷解释？就别去怕机关，我话你有心的代志，还能将你斩灭，去对待一个无辜的性命，那是咱的囡仔呢。小珍才陪我去验过，迄当阵就无啊，哪有可能有这啦？念慈，迄个验的时阵，确实是一条线。啊，不过这验孕棒嘛，不是讲足准的。你后来是不是嘛有验一遍？你哪无甲我讲啊？无啦，我就甲你验一遍尔。这真正不是我的，我不可能有囡仔。念慈，你开始有心啊啦，已经打检查过，出来一个月多。不过哦，你来已经无去啊。念慈，你一定真无愿意发生这款代志对无？但是你会当卡办这严。无的卡结果就无同啊！我若是知影你有心，我嘛袂让你去跑 T Y 的比赛。勇哥，你莫阁怪念慈好无？伊即马心内一定足艰苦的。我唔相信你的艰苦。伊若真正有要紧一个囡仔，伊就甲我讲，伊尽全力去保掉这个囡仔。可能去点点，阮换一件代志。什么行知影有这囡仔的存在？我无有，我是真正唔知啊！卖阁讲白贼来骗我，你是怪我正经，我对你歹心啊少？你这么调工来报复我是无？你害我的囡仔拢无什么事，你就是想要让我痛苦。到底有偌怨恨我？你若真正是我的气，你能怪我？你来骂我，你来骂我，我都受。阿婆，你是安怎对待我的囡仔？你讲啊！有啦，有有啊！电池未只残忍啦，但是普通时候，连只狗也难唔感觉类似，佫较免讲讲是家己的囡仔。这其中已经有什么误会？你较冷静的啦。事实拢伫个眼前，我是要哪冷静？是嘛？死去是我的囡仔，是我的骨肉了嘞！我敢无管你老生气？但是，你若是真正硬怨恨我，我甲你回信嘞，是我唔对，拢是我唔好，安尼样嘞，安尼样嘞。杨露，你别安尼啦！你安尼走了，我先要落去。你看点整好无？阿哥都在，这么危险的代志，你拄啊有血啦！是俺跑步跳绳这小块有激烈运动拢袂爽，不过你完全无把这当作一回事，你搁加倍的热心。你的巴肚来得受条酒，咱的囡仔是好咱的，一棍一棍下去，下去了就，我的真正就心病。你若讲这款的话好无要不？念慈家己的囡仔无去，已经足伤心啊！你莫阁讲话来刺激伊啊！伊是嘛是伤心，伊的白沙会用突破，是嘛是咧哭予咱看，是咧演予咱看。真正是愈来愈无了解，失去囡仔啦，不是你，是我，是你害死我的囡仔。我永远拢无可能原谅你，
我嘛永远无想要看到你这凶手啊！哈，何俊，你照顾念慈，我甲小珍来买一份物件，给念慈补身体。小三嘛先做回来，阿婆会给人买紧。小珍，差精神都无。阿伯，一晨，我今日两个拢无食物件，我找物件来给恁吃啦。我不要了，我先吃了。我嘛不要，啊，无你放咱边啊，等一下。对你生气，但是气啥？我听讲怀孕初期的人袂当食人参，我煞一直摕人参浓缩液互念慈啉，念慈变甲安尼，我嘛有责任啊。你安尼讲吼，我更加见笑。我嘛对什么鸡汤我念慈啉吗？安尼我嘛是害死这个囡仔凶手之一。阿伯。你别安尼啦，你根本哦都不知念慈有心，这跟伊无关系啦。唉，这拢是命啊！小珍啊，阿伯不怪你，阿伯干那欢乐念慈哦，希望念慈会当想法可以的。阿伯，阿伯，念慈一定真紧就会好起来啊！你放心，卖阁操烦啊吼。对了，陈念慈今嘛咧困哦，我等来就阎王啊有订个煲汤俾我念慈吃，我等来替阿念慈哦，就麻烦你两个照顾去。好，我等来啊。哎，你要送啥？我跟念慈陪用啊好啊。唔免啊，我来就好。绝对袂，互你趁念慈破病的时阵，甲念慈为要个辛苦边手走。哎、欸，我黄医生唔是做一款代志啊，啊那手人爱人的行为啊，我想你这个大小姐应该比我较了解吧。无你即马是讲啥？你莫袂记哩哦，你即马只是一个打杂的小弟，当时也叫我豁出去，我唔知影。你上好是卡灵魂的，我绝对袂让你破坏阮好姊妹啊，甲你有个感情啊。江医生，做人讲话是爱凭良心的，我今麦是虾米职位，跟我做人一点仔关系都无。搁再讲，我从来拢唔捌享受过要伫一间公司坐外国的职务，
总裁栽培我，叶文静，我本来就应该来报答伊。所以，我爱做啥，我介清楚。就算我是一个打杂小弟，嘛比那一挂规工个样靠背景、无本事的人来要强一百倍啊！你既然敢讲有本事，真正是笑死人呢！我做。你好。你好，我做要紧的事要跟你讲。黄一晨真正就大胆，竟然对我安尼讲话。阿娇伊拄只安尼讲，伊是毋是知影啥？说出去啊，还是先处理念慈的代志较要紧。才拜位哦，你莫阁艰苦啊！我会伫病院好好照顾念慈。哦，好啦，那安尼我就无叫扰你哦。嗯，拜拜。念慈今麦阁在困，我去便所一下，应该不要紧哦。担心妈妈，那天天来讲，一定是有人伫背后指使伊。嗯，忘唔掉。我咧个想，指使伊个人，应该是江一正。如果是伊，用迄个钻石发夹，先做遐个代志，就是伊去精品店买有迄太太，收落来，甲袂互你甲念子。伊就是去这间精品店买。没发现那个人，本地后被阿哥来找伊，煞唔知暴露叫伊关去。这嘛个所谓代志拢个倒转起来，这根本就是江先生设计好的圈套，对，就是要将我甲念慈来甲抹黑嘛，真正是狗子嘞，奇怪嘞，这江医生待你无冤无仇，伊一个大小姐啊，现在做咩安尼来咧吵？啊对啦。应该你不是说要去吃饭吗？啊，结果呢？你找我有本事去找伊，不过我一去的时阵，就拄到伊跟我同个两人做伙，而且还足亲密，所以我就不过去问伊。若是因两个人真正有问题的话，伫我未找到证据之前，不管我讲啥，拢会让伊袂傲气，而且安尼子，该打草惊蛇，一点仔路会拢无。是啊。听到我跟江一正有外卖，所来跟哪里吵嘛？虽然这一切拢是我要的，佫袂见过。不过江一正安尼费尽心机，要将我甲念慈来来抹黑，我咧个想哦，只有这个理由能解释尔。那那个，你所来要安怎做？在咱还袂确定证据之前，咱只会当等待时机啊。念慈，念慈。念慈是怎样做的？啊，拄只我去本身一个，啊，就问我念慈啊。啊，刚是拄只我打电话幺五哥，阿姨听到幺五哥今晚伫道观附近的庙，伊就走去找幺五哥啊。说啥去？我无想要跟你讲遐侪废话啊！小
在这里叫你嘞。走！喂，大明，回家。这间宾馆哦，做代志啊，无，我带你来下底休困者，就讲哦，甲你个衫哦，烘好干，正好甲你回室内啊。我妹，你出去小姐领着。喂，谁啊？念慈啊！你啊，你该接受落去哦，你真正会感冒啊。阿妹啊，我是在里面搞啥好干？我就带你去找姚母。没啦，小姐。我拄啊差一点弄着你，啊我心里哦，心内哦，真好歹过啦，啊，给我一个赔罪的机会，先去把衫裤整理好，等下你要去带，我才带恁过，好不？哎，怎么样？好，行，你等下。就这样啦，小母哦，讲的受过超过，这件代志，
基本跟你一点关系都无啊。请问，我敢方便进去？稍等下。歹势啦，害恁规身躯吼，还甲淡糊糊。啊，恁个衫吼，伫个干，若湿干啊，我随时甲恁送过来。啊，这吼，我专工为恁传个姜母汤啊，哈，好恁啉，较袂去挂着。多谢。啊，请恁贵姓？我叫我小蔡就好。好，啊，若有啥物代志，敲电话去柜台找我就好。多谢。参加比赛啊！好啦好啦好啦，念慈，你莫想遐济啊！阿是阿母哦，讲话手要超过，我相信哦，你嘛无可能安尼伤害家己的囡仔。你若是知影你有心，你嘛一定会安尼比赛。阿哥，迄个验孕棒，我把包包拿出来，我真正唔知要安怎解释。那个验孕棒不是你的对吗？当然不是啊，我根本不知道是怎样我的包包里面有这个东西。那当时医生的动作好像亲像是廖刚没有回来看到那支验孕棒，敢讲是在动脚手。好啦，念慈，你莫阁艰苦啊！啊，你无做个代志，我相信天公伯啊，一定会你清白的。啊，你还我人生的机会啦！多谢你这么相信我。好啦，咱莫阁讲一寡无欢喜的代志。来，饮酒汤啊，趁烧紧啉吼，你啉下吼，这是真正温暖。来，就烧哟。拍谁啊？一定是三号黄二。哎，你进去好大，我来开就好啊。哦。暗着好，
你叫你的车，阿金嘛，佮天王黄桃对伊这尼啊关心，无啊，你敢会想过奇怪？我的感情是冤家，是因为我对伊阿哥有感情。你即马先生拢什么意思啊？我正想要问你是什么意思。你是即马人，你做回来身体该这尼啊虚，伊哪会开始难破啊？我本来是要带伊等伊病，伊唔肯，佮差点要有车弄掉。拄好，这开车人是这间宾馆的趴车小弟，所以伊才请我入来旅游，手挂着三副行我打。哼，你真老编故事嘛？就这尼啊拄好，这个趴车小弟开车险要弄掉你，啊伊好心叫你起来等，顺便开房间。啊，我这妈妈想叫伊来对峙。喂，伟大啊！麻烦请你的趴车小弟小蔡来者。什么小蔡啊？啊，等你这间宾馆的趴车小弟啊，先传我入来嘞。还是阮家无这个人哦。喂喂喂！黄一成，后摆要骗人进前，麻烦你叫本心想好啦。你莫掠准讲你安尼凊彩讲，阮大家就凊彩相信。阿成啊，今天到底是怎样？你哪会参面子来家啦？就算光面子压着乎，你嘛爱赶紧出来当去便宜，唔才对。阿哪有来家的道理啦？当然是看到面子安尼，想讲趁机会把面子带来家好好安慰。你好再看，是不是会当让面子感动着，自愿甲伊做伙？丢！你讲这个敢是人咧讲的话？你不留恋是敢不留无高兴？你真要够阴天咧！你搁敢撒谎？你好啦好啦，别怕啦，有话好话讲啦。你有？你别叫我！我实在是有够讲的，我今日搁有着我迄个无见的囡仔，走去庙的替彩节拜位，顶管下丁耀武之子。凡事那根本就不是我的囡仔，是你和黄一成的。娘母啊，你安尼讲话讲袂伤超过，我家己的刀剑我上清楚，我用我的性命跟我的人头挂保证，伊绝对袂做出阮个代志。搁再讲，伊即马老爹身体当虚，哪有可能甲阿成做迄款代志啦？我应该要哪想？已经有这多事情，我嘛原谅念是这多遍啦。我即马若是搁相信因的解释，我真正是家己咧欺骗我家己。自己绝对会变心的，一定是黄一成，调够一切机会，这种念子该要有该误会，一定是想要让伊的感情出问题，才会一直跟念子有暧昧。黄一成，你这个横刀夺爱的少女，念子就是不爱你，你是在做爱让伊两个这么痛苦啊？江医生，你讲这话敢会心虚？但我还要把全部的事情全部压下来，你才会感恩是吧？什么事情啊？啊，你讲的话都是白菜话，那有什么事实通讲的？总裁，所有的事情我都调查清楚了，不过我怕讲出来你无法度接受，所以我原本想要把所有的证据都收集齐全再跟你讲，可我真的挡不住。你现在在讲的是什么事情？公车底面开我跟练池那两个人，我一定抓到。那两个人说叫他们做这件事的人就是江宜真。黄宜真竟然已经找到对小珍不离的证据了，听起口气一定不能这样，我若是让伊全部拢讲出去，扣上对小珍的印象一定会规拢拍歹去，死到都害啊！
人，歹人就是卖花车迄个人。卖花车迄个人根本就不是什么单亲妈妈，伊讲是有人叫伊找机会，将迄个花车卖给我甲电子，而且伊嘛承认啊，是江宜珍叫伊安尼做。但是已经变得很严重了，你讲卖花车那个查某囡仔嘛是小珍叫伊去卖的，啊啦，叫伊来对接啊，人一定要找伊。黄一成，你无证无据就讲是我做的，你敢会想过超过啊？想讲我无证，江一成。你卖叫是讲人走就无证，迄二十万的钻石发夹，唔是凊彩什么所在就买的。我一定调查过，我一定调查出哦，迄发夹是伫倒位买。只要去迄个精品店调查，迄消费记录，会当知影你是唔是有去遐买发夹害我。我知影我即马咧甲你做，等于用别人骗钱啦。我只是将我家己知影所有事实，全部讲出。管你的新闻，属性就是属性，我不可能让你这样乱害人。阿星，我问你一句话，孙作公这拢总是小珍做的，他到底是什么大事情，什么理由会大爱安尼心害你个念子？总裁，我是怕我把事情讲出来你会更加不爽快。做你讲，做你讲，但是演变到安尼先啊，敢会使做来准煞去？好，总裁，我讲，我发现小珍甲姚母伊两个人关系非常的亲密，就好亲像是两个人拄仔咧交往的男女朋友共款。你真正是插卡恶人诶！明明是你甲我诶离婚，这个乌白来，你顶多胡乱讲是我甲小郑有暧昧，你真正有够卑鄙诶！何一成，你竟然连这款话都讲得出来，我诶名声，敢是你丢出来去诶？我敢讲，我就敢负责。你今麦所讲诶话，爱负真大责任吗？你负担得起吗？总裁，我100%负担得起，就算你的心意，将我为江海集团赶出，用你的能力，我过较早搁较歹过日子，我哪拢袂惊，因为我只是将我甲我知的事实全部讲出来，我无用吼，别人随便的来挖我甲面子两个人的清白。一车。你讲因两个啦，我唔相信。小珍是我遮尼好的姊妹，伊当有可能做这种代志？这其中是不是有啥物误会？叶子，我一定证明给你看。江宜珍啊，伊根本无咧资格做你的好姊妹啊，而且你嘛爱唔着伊。这个丁耀，自头至尾拢是咧骗你的。天哦，上丁耀武甲江医生两个代志拢调查清楚。啊，是讲你要明辨是非，啊是要安抚家己的人，这一切都要看总裁你家己的地位。
相信黄医生讲的话，我真正无。好，阿公会处理。阿信，我感觉爱不是干那要按摩家己的人，一切我拢会查出真相。阿你今麦咱大家做伙来去认真面对，当家所有消费单，小查一下知影，什么时阵有什么人来消费什么物件，清清楚楚。查就查，我无做就是无做。经理的代志，马上要处理。就这样，麻烦你赶紧帮我查几户过来，我查到是哪家的，这样行。是，请稍等，我马上处理。想办法把名提交啦，无出大事啦。系啊，对方嘛伫看这份资料，绝对袂好提交的啦。唐书教看起比较小心。建辉，你是在创啥？竟然无甲小珍斗三工的。小珍以后在课上面掏钱，头是不能夹起来了。不，你好亮了，我事实都讲对，我不跟你赔了。小珍，你开始有来家会放假对不？我再过一步了，好意思。我无啦，我开始是有来家买物件，啊，不过我真正无买迄个马甲。是啊，寇桑，小珍伊无可能来做这款代志啦。就算讲伊有来遮买过物件，嘛不一定有买发夹。我假袂弄错去咯，只要差一点。好啦，你麻烦你，你赶紧替我查看下，看阮查某孙仔伫遮消费什么物件。包包啊，个三箱鞋啊，两对耳环，但是无恁讲的发夹。哇，厉害！
来改这个消费记录啦，安尼就对了啦。哦，用心，我是好工匠。谢谢执行长。这是阮公司要留存建档用的，嘛是爱对总公司回报，阮无任何的权利会当修改。黄医生，你阁有啥物话头讲的哈？拄只个消费记录顶关我有名，你就怀疑干呢？啊，即马证明我真正无买迄个白车，伊就讲迄资料有改过，你就是硬要甲爸母扭好就对啊。黄医生。你就是硬要诬赖我甲医生有安怎？啊，你哪会不爱讲一个较有诶啊？啊，你规日讲哦，医生买道馆是为着要买是我的感情就好啊，规条话拢在你讲诶嘛。阿清，你还有啥物话通讲？我唔知有啥代志变成安尼。我明明的几块钱。王医生，我即摆是安怎哈？你用遐尼侪无负责任的话破坏我的名声，无要紧。你阁想要破坏我甲念慈的感情？你的心囡仔遮尔重啊！王医生，你是安怎要安尼？我也是故的，我对我所讲的代志，我会负百分之百的责任。我知我今仔已经无资格甲要求总裁你给我时间证明。明仔早起透早，我就会将信息放喺坑里底的放空的。我嘛要感谢总裁，这段日子对我的用心栽培。是我无理由你的对外期望。黄医生，你就等你看，你若是阁想要找我阁要有阁的麻烦，我就让你的日子阁较歹过。